为其实你也慢慢的可以改变你自己，就是喜欢男生的时候也可以直接一点，或者是可以有，我已经很不直接啊，自信一点。那我现在很没有自信啊，我觉得你都演好悲情哦，那我演你吗？如果你有这样。连这个都要蕊一下，我怕你不习惯节目上还刻意的照做。我觉得好玩，我们来试吃吧。我们先试吃海鲜，你觉得怎么样？好，那我们等一下，拜拜。海鲜干杯。味道完全不一样，真的好吃，而且没过劳哎。边吃的同时，想要问你啊，就是你有没有过演戏工作的时候走不出那个角色？就比如说要演一个很可怜的角色，或者是很痛苦、失恋，或者是很负面、很悲观的人，然后直接下戏了还出来？我觉得有哎，然后我现在介于一个比较奇怪的状态，是我有点不想要这件事情一直发生。哦，因为你太入戏了，入戏太深。像拍《谁是被害者》的时候。那段时间是真的过得很不好，就是每天都很沮丧，然后每天都在哭，就到一个时间我就会开始很想哭，然后我就会安静的进房间把门锁起来，然后开始哭啊，好痛苦哦。然后还有是拍青春失恋的时候，我为了那个角色买了一个耳罩式耳机，因为他是一个很不喜欢外在有声音的人，他很需要安全感，所以他总是戴着耳罩走在台北的城市街头。然后杀青过了一整年的时间，我都不敢碰那个耳机，但我现在已经用得很好了。这就是我佩服演员的地方，因为演员他必须要忘掉他所有原本的个性跟原本的生活跟他的人生历练，去揣摩一个新的角色，不管他喜欢还不喜欢，然后接不接受，他都会用他的专业度逼自己去接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演员最伟大的地方。会不会其实你身边或者是粉丝朋友认识的你都是不一样的你，因为他都是在不同的戏剧上看到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早餐的预告出来的时候，有一支预告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是我一直在吃东西。对啊，就是狂吃，这狂吃猛吃那种。可是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是相反的，就是我很常都会被我妈骂说你怎么又剩一口食物，就是会突然觉得哦我吃不下了。我身边的朋友分享就是说这是他吃东西看起来最好吃的一次，就完全不是李牧的状态。但是不知道李牧其实不爱吃东西的人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只是在演他自己的真实个性，可是他真实个性不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你很厉害的地方，真的真的。不然如果现在要你直接 action， 然后就是不要演你自己，你现在是向维新看到麻油海鲜。我跟你讲，可是我从演完向维新之后，我吃东西都变得很大口。你有被这个角色影响，内化在你的身体里了。没错，有时候吃一次东西，就吃很快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会不会其实你也慢慢的可以改变你自己，就是喜欢男生的时候也可以直接一点，或者是，或者是可以有向维新很不直接啊，自信一点。没有自信啊。其实他的角色不是只有向维勋，因为向维勋这一方面感情方面比较像你。我好像没有演过在感情里很有，我觉得你都演好悲情哦，就是那种心情很不好啊，然后都被排挤啊，为什么你都要这样子。其实向维勋已经算是很开朗的角色了。那我觉得我现在想到一个比较对你来说有难度的，毕竟焦凡凡这个人设就是一个很开心很开朗的人嘛。那要演你吗？偶尔都会忍不住想要搞笑啊，没有形象。那就有一段看看你能不能演出来。太难了吧。就是我之前在影片上说如果你有这样。有，我看那个影片，我很喜欢那个影片。如果你有这样的女朋友，你今天几点回家？我先不回家了。他有看影片，他有看影片，教我一下，因为那个 tempo 我觉得很难。来源是一个抖音影片，一个女生她就是一直在拍手，然后做各种不一样的手势，然后但是我把它
再直接内化到用我自己的方式呈现，台词是这样的：如果你有这样的女朋友，你会几点回家？好的，好，那你要告诉我那个，因为我觉得那个精髓是，我示范给你看，对，他停下来的那个点。好, 好, 好 ，OK， 我要示范喽。好，是。没有人做之前自己笑了，不是，我也很久没做了。这个是去年的那个三月的那个影片，也很经典哎，这很经典。但是因为我也很久没做这件事，那为什么要做？就是因为我们要请网友票选，看谁你看完会比较想回家。怎么想要逃家？赶快放过我。好，那我先示范哦。如果你有这样的女朋友，会几点回家？你没有比到爱心，那个爱心是重点。我真忘记耶，你还记得我的影片？你好厉害！你会几点回家？哦、我很喜欢这个部分。换你，换你，换你。好，等一下，等一下，你刚才是说如果？OK，OK，、okay, okay, 我可以，可以，可以。真的可以吗？好，准备好了。三二一，李牧，如果你有这个，你几点回家 ？Action！ 如果你有这样的女友。晚上会几点回家？难不难？啊！我知道为什么他不让我们加酒了。All in, all in, all in， 好醉哦，好醉！哎，我觉得难不倒你耶。我看那个影片很多次，我都最喜欢这里。我看到你以后，我反而觉得我的尬哎。你知道吗？你完完全全就是我当时的那个情绪，你笑不出来，可是我会一直笑，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荒唐，可是你没有，这个很有趣、啊。你结束之后才笑。如果我是观众，我会选李牧。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就是做这个影片？因为那个时候这部影片很红，我们当下在录影的情况下是太放松了，所以身边的人就会一直在讨论说这个影片没有人做得到。那。我就是一个表演欲极强的人，就是不管我有没有准备好，我都会觉得我要试，我要试，我要试，你懂吗？试。然后我就，好，来来来，如果就试了，结果我也不知道那一部会变成正片，我不知道会变成你都被剪进去。没有，我完全不知道，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用 GoPro 拍，它小到你不会发现，你就会很做自己，所以我就不小心。就是直接把我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完全素颜，然后又那时候又有点臃肿，这样就看起来就特别好笑。我有看那个男生做的，很棒哦，因为他车祸牙齿全部断掉。你怎么看那么仔细啊？对不起，你怎么看那么仔细？好，但不得不说，今天的麻油海鲜超成功，真的，耶、yeah ！冬天到了，幸福吧？对啊，那如果喜欢今天的教你厨房影片，你今天来这里开不开心？开心，要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要你很棒几点回家，还是想要逃家？教心厨房，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谢谢李牧，谢谢，拜拜。